哎呀，怎么又是这种环节啊？如果我说三个可能我性，我们这桌子怎么十个人一个都不会来，我这儿。哎，这个太刺激了。你说的话，还真的是。刚刚过来我没做好心理准备，没想到还有这一方。你即兴发挥，老师。我即兴去。来吧，即即兴兴发挥，来吧，直接来直接吧。来。他们说我没有即兴，我没有即兴。好，OK。我们是有即我们兴的，很即兴的。我们有 freestyle 的。我上跟那种跟曲目一样，三种曲目。我这首曲目叫《朱志鑫》。哎，凳子就十十个。你这首歌叫？我叫木志成，我这首歌叫。来了。我们是导师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是谢家族登录日考核成绩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我们先欣赏一下。导师秀，导师秀，导师秀。可不可以进去打个招呼，老师？进去，hello。你好，苏韵浩老师好。苏韵浩好。苏韵浩老师好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想先。今天我来表演一段才艺，歌曲看你是否喜欢。嘟啊，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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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硕哥做好自己的决定吧。硕哥，到我。妈咪咪妈咪，妈咪咪妈咪。你要有自信的笑容。妈咪咪妈咪。说不定我们三个有隐藏任务呢。我能不能经历一下隐藏任务？我们三个人直接成队长了。我们三个直接。哦，下一期队长我们三个，太对了。哦，泽宇，我是来撕碎这节目的，你先看一下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你来看一下这个 logo。真搞不明白，我已经被定了。如果把这三个大字都醒目吧，把它的偏旁部首小拆分一下，什么字？逗啊！什么字？鸡。逗。鸡。逗。逗鸡。张，你叫什么？还不明白吗？你知道吗？他说了两。张，你叫什么？逗鸡。懂吗？还不懂吗？合作伙伴，那是我的。好 homie。逗鸡日。懂吗？还不懂吗？懂吗？你懂吗？如果这个没有说服力的话，来。懂吗？你们两个，你懂吗？嘘，来，继续。天润，陈天，天润，懂吗？内定，懂吗？懂吗？来 ，next。好 ，Alan 怎么拼 ？Alan，Alan 吧。懂吗？第一字母什么 ？A。后面那个字母什么？最后下一个最后一个字母 ？N。A N 对吧？嗯 ，A 轮对吧？好了，懂吗？我和扎心，斗鸡是不是内定的？还不懂吗？张鑫你叫什么？张鑫。如果还不够的话，张鑫英文名叫什么？张鑫的英文名叫什么 ？Jeremy。Jeremy 前面两个字母是什么？这个你都知道吧？我已经看到了。这一对。需要多说吗？懂吗？需要多说吗？懂吗？啊 ，Producer only for Jeremy 天瑞。我真的我，有时候有种无力感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我是内定的，你看懂吗？不是太颠了，兄弟。天润 ，Alan， 时代峰。RM Running Man， 你懂吗？我是来撕碎这节目的，懂吗？天润 ，Real Madrid， 天润 ，Allen， 时代峰峻 Running Man， 哦，哇，哇，
太对了，就一定要说完话就走吗？太对了，杰瑞，你懂，你懂吗？这是我们的 style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我已经融入了，懂吗？我就很适应那个环境，懂吗？懂了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知道模特走秀吗？这地方有这么跌？走了，这地方这么跌吗？来了，咻！你们听说过 mumble rap 吗？哦，你来，懂吗？哎呦！哇哇哇！太炸了！哇哇！耶，就是你 bro， 刷怪龙！哎哎，我现在开始刷怪龙。哎呦！我拿起麦克风，麦克风在我的手上。哇！观察所有人的走向。哎，艾文，我。这地方好跌呀、啊！不是，我问你们，我问你们 ，mumble 什么意思？迷糊，模糊，对吧？模糊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模糊。但是你觉得你双压不够？我现在喝了这杯矿泉水，我就晃一下我的瘸腿，有点意思，懂吗？有点意思 ，keep going。我现在给你们做一段自我介绍，来，但这个自我介绍不一定是我的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猜出来我下面要压这两个人的名字。来一段自我介绍，我来到了登陆日，不会给任何人赏座，因为我的名字叫 TF 家族。我知道了，苏新浩。那些猜黄硕的真的没有意思，你们知道吗？真正的说唱是不能被人猜出来韵脚，那我猜的韵脚就输了，懂吗？赏座黄硕虽然这是一个押韵的东西，但是不能被猜出来，知道吗？不会给任何人赏座，因为我的名字叫 TF 家族。我再给我来一个 punchline， 我还要听，我跟你太炸了，我再来一个 ，Let's go， 我来一个 ，Let's go。我坐着跑车，手里吃着棉花糖，我的账户很多，我想要把钱。有点难猜，登陆日。这个更，哇哇！现在你们三个看我 freestyle， 就像老虎舔着唇。你们三个去新说唱都过不了。海选，登陆日。我已经预判了一首，以为会是海选。没想到还有高手，泽宇就要给我签名，我来。哥们儿坐在这里不是跟你谈心情啊，就像是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绿巨人，绿巨人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绿巨人，有一群登陆日。哇，你们有人要喝我的水吗？不是，这群长得好像毛哥，这群长得像毛哥，长得像毛哥呀，毛哥在那，毛哥在那，啊，毛哥在那，你看我这个大宽肩。